家好，我们是夕阳武士。就是酷，就是帅，就是屌。韩世勤也比较有说服力啊，比较好笑事情。没错，对，我是团长。我们成军两年多，对不对？2013年6月组成，音乐风格偏日系的摇滚乐。我们主要全部都是唱台语歌，这是我们的特色，全台语。我们团四个人，只有阿峰练灯，我们三个不练灯。不会啊，其实渐渐的，我们台语也越来越口语化了。对，老师。从小就是都讲台语这样，然后可是之前玩乐团的时候写的歌都是国语嘛，然后朋友就会说，就台湾国语味很重，就非常的不搭。然后后来就是有朋友就是听过我唱台语歌，然后就说你要不要尝试写台语看看这样，然后我说可是台语很怪，会不会很怂？就是也是会有这种疑惑啦，因为那时候对音乐的那种熟悉跟了解度没有那么的深入这样，然后渐渐的，就是我组了夕阳武士之后，然后有写了一些台语歌，然后可是那时候还没有确定要全台语，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说一定要，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唱了一些台语，然后朋友说真的很适合我的讲话的感觉跟唱出来的感觉，然后吉他手。王力就说：“还是我们就都喜好的写台语就好了，这样全台语也比较有特色。”对对对。我认识他们很久了，以前我有帮他们拍一个宣传影片，也是在正山美拍的。他们那个时候要是对拍一个就是不算 MV， 就是宣传他们新的音乐的影片，然后过去帮忙。对，那个时候我觉得对他们很厉害，因为我们是现场录音还有拍，然后他们就是一直重复表演一首歌。对，我觉得夕阳武士他们乐风就是像一个日本团，叫做 Asian Kung Fu Generation， 亚洲功夫世代。他们乐风蛮，他的声音蛮像那个团。我觉得吉他的部分都蛮不错，对，他们两个一起弹的那个 melody 就很好听，然后贝斯手也蛮厉害，他所有团员也蛮厉害，对。就是我们就是出过那么一张就谢谢就入围了，对，新人奖。他主要12首里面包含家人、朋友、感情，或者是。就是也是一样，就是在讲生活，然后最主要还是会带到关心这两个字。我们有一首歌叫做《关心你的人》，然后再从头到尾，就是有一种从早到晚的很多人的感受吧。就是一天一个人从早到晚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用我的方式把它写进去，这样，所以就叫。就是，所以我们的专辑名称叫《日出》，然后最后一首歌就叫《孤单夜曲》，就是有一种结束了，晚上好好的休息的那种感觉。其实这张专辑其实不外乎就是亲情、友情、爱情加生活。对啊，我觉得亲情应该是
一个人最可贵的一种关系，而且是最重要的。对，所以这首歌感触特别深啊，对啊，因为父母是，或者是你身边的亲人是不分春夏秋冬在关心你的，对啊，所以我最喜欢这首歌，赞，这个实在太棒了，赞，啊、哦，赞，不愧是杰森，对。我最喜欢的是关心猎狼这首歌，原因没别的，就是因为表演起来很爽，就这样。对吧、啊、它的节奏是比较 它这首歌前面比较铺陈一点，然后比较惆怅一点，可是到了中后半段以后，它的节奏会跳，就是会很跳，对吧、啊、这首歌表演起来我还蛮觉得蛮带劲的。我自己还蛮喜欢我们里面有一首歌叫做《彼时的青春》，然后那首歌是我在写给我国中同学，因为国中距离我现在29岁，是大概快14、15年的时间了。然后可是我们这些同学都到现在每个月都还是会聚在一起，然后所以我觉得出专辑，然后刚好有一首，就是那时候有一首歌就是王力。有一首歌就是给我的旋律的感觉，就让我想到那一段回忆这样，所以我就想要送给我的国中同学，所以也因为感情好的关系吧，就特别喜欢这首歌这样。我的话最喜欢的应该是我们最后一首歌《孤单夜曲》，对，原因呢应该是这首我最在编鼓的时候，我是打起来是最有感觉的，最有 feel 的，对。因为我们团四个都听日本歌啊，我们团写歌的顺序是，我会先写歌曲，写有一个主旋律出来以后，我就会用木吉他弹，然后用哼的，又或者用啦啦啦的，然后用手机录下来以后，然后就传音档给阿峰，阿峰就会填词，然后填完词以后，就有一个基本的唱可以唱的东西旋律出来了，然后唱有这个东西以后，我们乐团就会开始在练团室里面做全部的编制的编曲，然后就会慢慢开始跑，一直跑，一直跑，然后跑到最后，大家的东西都有了以后，一首歌就生出来了。我都是在骑车的时候，或者是洗澡的时候会有灵感，然后有时候都会就是上学的时候骑车，然后骑一下，突然有一个很喜欢的旋律，然后我就会停到路边，然后用那个手机录音录起来，然后就啦啦啦啦啦，然后那个路人就会看这样。像他可能在想音乐，也是骑车的时候，他也是一直在想，或是我在骑车的时候，我会在那边打节奏，所以对我来说好像没有那个空闲的时候，因为就像刚刚随便乱打的，就已经会变成一个习惯了。对，就像我身边没有鼓，也会有这个习惯，也无聊的时候也会。就是彷徨的时候，我们四个也会有，然后我们四个的周遭生活也会有，然后就是借由这种感受去把它写下来，可是我会把它写到有一个出口，所以其实是可以得到不少鼓励的，我觉得。正面能量。对，正面能量。我觉得当下很难过的感受，都还是会记在我的脑海里，然后把这种感觉写出来，这样。或者是我的父母
父母，然后他们的心情，工作时候的心情也会把这种感觉写下去，或者是，像 Jason 或者是王力，他们比如说会也会讲到他们家人怎样，都会有一些感受在心里。认识他是因为他他会认识他是因为我们三个对对，其实一开始是我跟他组团，很一开始我高中国中还高中我高中的时候吧，我们组团，然后突然有一天团就解散以后他就去当兵了，我们就没联络了然后到这之间我就跟他一起玩团，可是不同团哦，我们不同团，但是就各自有各自的团这样，然后玩一玩，他的团解散，我团解散，全部解散。解散以后，他就说，好惨，他就说，王力，我们来玩一团呐、啊，你帮我弹吉他，我要唱歌。先占位置。对，他就先把主唱位置占走、嗯。然后我就说，哦好啊，不然我们来玩。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就有做一些歌。然后做完就说，好，那不然我们来找乐手吧。然后我们就先找他。然后杰森就是说好也好，那个退伍没事做、哦、然后就出来聊一聊，加减完啊，加减谈，加减谈，然后之后我们就找兔宝，因为那个时候跟兔宝完全不熟、嗯、只有看过他打鼓，也没有跟他讲过话，讲过一点点话、啊、然后就说不然我传简讯给他说、嗯、要不要出来聊聊，然后我们就跟兔宝出来聊聊完以后，我们四个就约了一天，在那个高科，在我的母校的那个练团室，高科练团室，高科。然后那时候他还给我，他不太想来哦，他在家里吃泡面，有点累，他不太想来。我说他来啊，他来的时候穿一件宪兵短裤，然后就来。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在那个练团室编了我们的第一首歌。久了就会，应该是说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对啊，大概知道在想什么。除了音乐之外的话题，都还蛮雷同的。简单说就是无聊的四个人。讨论音乐，大家一定有自己的想法。不过我们都会用沟通的，就是你不管再怎么不喜欢，我就是要跟你沟通到你也会觉得我讲的有道理。我会让你接受，我不会就是说啊，你觉得多数人就对这样，对啊，我觉得这是我们团的一个默契。对、啊，对，就是这样。我也好小啊。因为怎么讲哦，毕竟他是团长嘛，对不对？所以团身为一个主管级的。他就要是最难搞的，对啊，他是最有主见的。那当然，就是社会上最有主见的人一定是最难搞的、啊，对啊，嗯，哎呀、啊，一定是这样。他讲的。对啊。我觉得。撇除音乐不讲的话，我觉得我应该还蛮 nice 的，就是对朋友来讲，就是北蓝的那种。对啊，就是开心果啊。可是我觉得我自己难搞的地方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情绪不太 EQ 不太高啦。像比如说有时候练团的时候哪里不对，我就是一个练。然后可是我虽然知道团员不喜欢我弄这个脸，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就是还是会。这样子，因为我个性就是这样，通常都是跟到离开练团室的门就好了。对，持续个一小时多这样子，其实这也
蛮 OK 的啦，因为就是大家都变得很专注了。自噔噔噔噔噔。音乐对我来说算是一个精神能量吧。对，因为我其实是很喜欢打鼓，然后很喜欢就是节奏乐器跟音乐一直在交流的那种感觉。对，那这对我来说会是一个能量，就会让自己比较开心，然后比较有精神一点。对啊，也不会一直去想一些负面的事情啊，所以音乐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正面的精神能量。每天下班之后来到练团室，就可以把今天的一些不满的情绪给发泄出来，这就是我觉得音乐或乐团对我来说最棒的地方。带最后一首歌，灯光下，谢谢。我觉得我做音乐就是为了让家人觉得骄傲，对啊，就是这样。第一次是那个我们乐团去参加一个叫做“见证大团”的表演，是 Street Voice 版的。然后那个表演就是他会去挑选台湾的乐团，然后去登上一个很大的舞台。那他做这个舞台除了售票以外，他会用录影的方式，然后剪辑成一个简单的现场 MV， 然后放在网络上，这样子。然后我拿着那个影片给我爸爸看，然后我爸爸看的时候，他看完的时候，他有跟我说，他觉得很好，很欣慰，这样。啊，那瞬间我是觉得，对我来说是鼓励最大的。我们去一些表演，或者是一些可能一些音乐季，或者是一些比较中小型的，算小型的演唱会吧，就是规格，然后可以让家我妈会在不一样的管道，不同的管道，不是从我的嘴巴去跟她讲，然后透过一些譬如说网络还是一些应该是网络啦的媒体，然后得知我表演的模样这样。我觉得他很开心啊，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很欣慰。还有就是一点就是，我的同学，比如说我们当时，比如说我喜某人喜欢跳舞，某人喜欢画画，然后我喜欢唱歌弹吉他，然后我们一直坚持到了快三十岁了，我做的还是一样那一件事。啊，我的同学可能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再做他喜欢的事。他就很羡慕我，对，我觉得这个让他让我感觉他是为我而骄傲的，对。很多场表演其实最让我从表演上来看的话，从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那个台下观众的那个举动，就是他有些观众的举动就会让我觉得他有投入在我们的音乐当中，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因为没有人会强，没有人可以强迫他跳或者是呐喊，可是是他因为我们的音乐，然后是自主性的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种感染力应该是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对啊。因为你的个性不同嘛，不喜欢迎合太多人家可能喜好的东西，你才会独立去做一件事。然后刚好我们会一些乐器嘛，然后喜欢音乐，就会去做独立音乐。然后刚就是独立音乐就是一种没有太多可以说是很封闭的资源跟金钱上的帮忙下，
就是去做的音乐就是独立音乐，因为我们也没有公司，没有太多的宣传，我们只能用我们仅有的想法去做宣传，仅有的想法去做，去拍影片这样，对，然后去做歌，做音乐，然后都是靠自己，我觉得这就是独立音乐。什么是独立音乐？应该就是一群年轻人，然后就是从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到创作出一首歌，然后变成一个乐团这样子。我觉得独立音乐是一种当时生活的记载，它就是最真实的反映出生活，一种不用顾忌的音乐。台湾或者是现在的社会其实是非常自由的，那其实音乐这个东西对大家来说应该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或者就是你接触到的东西，然后你会把它你会把它投入在音乐，然后把它释放出来。我觉得音乐就是一种不用顾虑到其他非关音乐的事情，这对我来说就是独立音乐精神。一路走来，其实也蛮长一段时间的，就是这么长时间这样的坚持，也会觉得，觉得很替自己感到开心，对，就是也是一个鼓励，也是一种欣慰吧。好险我没有什么债。难走，觉得个人要一直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何况是四个人或是五个人有一个共同目标，然后一路这样好几年这样下去。就说两个人要交往都已经够难了，离婚那么高，离婚结婚又离婚，何况是四个人，几张嘴你知道吗？嘴巴有多多？四张嘴，八只手。就是从我开始打鼓，然后因为我打鼓的时候，其实都是得到一些学长、一些朋友的帮助，所以并没有说，好像就是，实际上我只跟老师学了没有多久，对，然后一张就是靠着学长朋友帮助，然后一直去进步，对，然后从大学一路这样玩过来，玩到现在还在玩，他们都会觉得说：“兔宝，真的全社团就剩下你在玩哎。”对，这种感觉会让我觉得就是，当初大学的时候，因为还没
出社会嘛，所以还不了解现实，或是不了解一些事情。那如今已经出社会了，他们都可以还在的耳边跟你说，你怎么可以坚持到现在？我就会觉得这样就值得了。对，就是他们可以说我很坚持，我很做一件自己很喜欢的事情。对，我相信这些事情，他们那些学长哦，这些朋友，他们一定很喜欢。只是，他们也没有不坚持，只是人各有志。对，所以我希望这个正面的能量可以到我进棺材为止。还要继续坐着吗？